挑起，每份心意都刻骨铭心，每场遭遇，每次逆流而行，你不理我，感谢一路上有你，陪我画下人生的轨迹，就算路上再院校刚毕业的年轻人虽然精通电脑，但是在知一方面他不在行，全面性的人才很难招到，很难招到，很难招到。你就这么一句话了啦？你为什么不想想办法呢？你们就眼睁睁地看着花这么多钱买来的机器它就成摆设了呀？妈，寻找合适的操作人员需要点时间。我想跟您推荐一个人，他有童装车间的管理工作经验，对相关机器设备的操作也很在行，最近还考取了电脑高级操作师的证书。还有这样的人啊？谁呀？那赶紧把他请来呀。他已经来了。牛董好。小钱，来，小钱坐。老钱，你现在过得还好吧？我没有背叛心，所以早就已经没事了。谢谢陆总关心。孩子都挺好的吧？女儿已经从国外回来了，托大家的福，目前身体状况很稳定。那就好。之前啊，我和陆欢呢是一时糊涂，让你受了委屈。没有没有，是我自己鬼迷心窍。当初要是头脑清醒，不受那个诱惑，也就不会有后面的事儿了。这几年我一直待在家里照顾女儿，其实内心也很消沉，觉得自己这辈子都抬不起头了。所以姚经理来找过我好几次，我都拒绝了，重新应聘完成。是女儿总是鼓励我，要我这个爸爸在哪儿跌倒就在哪儿站起来，还希望我在老岗位上证明自己的价值。刘董事长、万总、陆总，请你们再给我一次机会。这是我的履历表。小钱啊，你可是我们万城的老人了。你在万城兢兢业业的工作，一步步做到副总的位置，不容易。你的情况啊，我比谁都了解。这履历表根本就不用填。小钱，当初你为了给女儿治病，帮助佳瑶隐瞒犯下的大错，其实这不是你的错，是我儿子儿媳犯下的过错。老钱，你能重回万城是我们的荣幸。老钱，之前的事儿对不起啊。从今以后我们万城只有一个目标，那就是加快童装公司的技术改革和设备引进，继续保持我们在同行业的领先地位，争取拿下全国童装博览会的承办权。小青啊，你可是要帮我加油啊，
努力啊。我一定努力。欢迎你，谢谢你啊。我就想不明白，你爸爸呢，烟也不抽，酒嘛喝的也少，怎么就得个肺癌？一查出来他还是晚期啊。是不是我给他烧的饭有问题？早知道这样，我就不要去什么工作室了，我就天天在家陪着他。你想多了，啊！现在呢，最主要的是让爸开开心心的，可不能像现在这样愁眉苦脸的，他看了会难受。我晓得，我晓得。对了，妈，现在白欧也回来了，我跟他的婚事也该补办了。白欧说要把婚礼办得热热闹闹的，让爸心里看了高兴。自从你爸生病以后，他再也没有提你和白欧的婚事，你晓得为什么？我知道，爸越不提，证明他越想着这事儿。所以你要赶紧抓紧啊！老头子啊，爸呢？热的，那应该没有走远，我去找找。妈，你在这等着我就行，万一爸回来呢？一会儿。这二期工程还真定在这儿了。哎，这个被子做好了。舒文和白偶的那份我们就都搞定了。但愿王师傅能好起来，参加儿子的婚礼。山妹啊，哎，回头我们去看看他。明天吧，明天我再做点鱼圆到医院去看看他。好啊好啊。哎，好。哟哟，王师傅，你怎么回来了呀？王师傅，王师傅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快去拿药。我去拿药。我去，我去，我去。你怎么从医院跑出来了？啊！不行啊！没事啊，发病危通知书不见的人真的就是不行了，一定有救的。我晓得，我晓得，我晓得。舒文，赶紧进去，刚才一直在叫你的名字。快进去吧。做的都是文房生意，可
可未曾想，这作弊的手艺，到了我王传颖这一代，这眼看着就要后继无人了。不会的，爸，不会后继无人的。儿子，千千万万要传下去。放心吧，会传下去的，我向您保证。哎呦，还有一件事情。您躺着，别动。去把小何，小何给我叫来。我这就去找他。你先好好休息，其他的事情我来办啊。再睡一会儿，再睡一会儿。我去找小何。老宋，啊，齐家那事儿现在还没搞定？你是不知道啊，白鹅这生意现在是越做越大了，物流这块根本不会听我们的。哎，哥，要不你自己上？我上。那我还养你们干什么呀？行，哥，你放心，白鹅我一定帮你把它拿下来，我保证。王伯伯，王伯伯，啊，我是小何啊。啊，小何。你一定要等舒儿回来，我让他去拿我留给你的东西，这些东西你一定要每个字、每幅画、每一幅图都仔仔细细的看，只有这样，你王白才放心呢。好的，我会的。你王白最喜欢看你小时候唱歌的样子，你唱的那个听妈妈讲过去的事情好听。我唱。
舒恩，我知道你心里一定很难过，我陪你说说话。其实，王叔的走，对我们来说都很沉痛。王叔是个好人。 他在我们楼宅，对谁都好。他的性格温和善良，与世无争。他最看重的就是文人风骨。你是他的儿子，你应该继承他的风骨，成全他的心愿。我相信他一定。 希望自己的儿子也跟他一样坚强，这样才能照顾好齐阿姨，还有白藕，照顾好这个家。这是我爸让我给你的。 沈妹啊，我以前觉着齐主任是最幸福的，你家三口多好啊！哎，你说这王师傅突然不在了，齐主任肯定会受不了的。往后啊，我们有事儿都带上他，我们多陪他坐坐，跟他开开心。我们得健健康康的，好好的活着。嗯。 织女镇开启童装产业近40年了，几乎家家户户的经济收入都是靠童装，只有一个人始终保持代代相传的文化路，他就是王传颖师傅。他始终跟笔杆一样正直做人，以文在德。他的去世也提醒我们做产业的同时，别忘了抓住文化的根。今天。 王传颖师傅的家人带来一件遗物，要赠予织女镇，表达他对这个镇最深沉的热爱和关切。下面呢，请王叔文上来给大家介绍一下。我们织女镇一直都有一个神话在流传，那就是四利笔。 从明朝到现在已经有四五百年了，织女镇的人都知道，这四利笔是我们王家祖祖辈辈留下来的宝物。但是在这几百年间，我们镇里几乎没有人见过它，我父亲也从未把它视人。不是我父亲怕漏宝，而是因为他觉得只有在有人懂得这件宝物的时候，才能把它拿出来。 将它公诸于世。如今，他已经不在了。临走前，他嘱咐我，让我把这四利笔捐给镇政府，做永久保存。他说，不能让织女镇的文脉断了。所以现在，就到了这四利笔与大家见面的时候。
这第一支笔，笔杆是用黄金打造；笔杆上面刻着“为民立功者”用之。这第二支笔，笔杆是用白银打造；上面刻着“为国立勋者”用之。这第三支笔，笔杆是用红铜打造；上面刻着“为人立德者”用之。这第四支笔， 笔杆是用黑铁打造，上面刻着“为己立规者”用之。这四支笔，就是我们王家的传家宝。之所以称作四立笔，我父亲说，祖上传了话，这笔杆上刻着的“立功、立勋、立德、立规”，只有用金银铜铁 这样的世间至宝将其打造，才能与之相配。他希望，在把这四粒笔捐给镇政府之后，能够再为百姓立功，再为国家立勋，再为人心立德，再为自身立规。 谢谢你，也谢谢王老先生。 你怎么想到来地下室砍资料？这里比较安静。哟，这么多资料，这都是王师傅留下的？是啊，这些资料都是有关楼岗的，比上次他给我的要更详细。这工作量可太大了，那不是一天两天能干完的。哎，我说你啊，注意休息啊，别忘了，明天早上我们还要陪妈一块吃早饭。 哦，对对对，不要忘了，你早点休息吧，我这边马上就完了。行吧。哎，你也是，别干太晚了啊！哎，记得喝牛奶啊。嗯。舒文，夏叔叔。 你在这儿干什么呢？啊，我在做毛笔。你要做毛笔？对。小的时候，我和志豪一起跟父亲学过做湖笔，后来因为工作的原因，就把这门手艺给放下了。现在我想把它捡起来。你是想继承你父亲，把做湖笔的工艺传承下去？ 对，我想把它传承下去。接下来，我想先尝试着去做鸡毛笔。你看，这是我父亲送给我的第一支鸡毛笔，很漂亮吧？哎呀，你父亲退休之后， 只做了两只鸡毛笔，一只送给了我，他送给我鸡毛笔时候跟我说，鸡毛是最软的，可是写出来的字儿呢，又特别的硬。他当时跟我说的话，我现在还记着。他说：“老夏，你这人呀，心慈手软，心眼好。” 可是你做干部这些年呢，又很讲原则，该硬的地方又硬得起来。我送你这杆鸡毛笔，当做纪念吧。你爸送你笔的时候跟你说什么呢？没有，他什么都没说。但我记得那是我穿上警服去上班的第一天。
淑儿，也许这只鸡毛笔里寄托着你父亲对你的希望，他是想让你当一个人民的好警察，对人民、对百姓要亲、近、软，对那些犯罪分子要硬。我明白了，贾叔叔，您放心，我会做一名好警察。小何啊，这次博览会的承办权我们万城非常有意向，你看我们的成功几率有多大呀？目前还不清楚。妈，您应该听说了吧，启家集团也会参加这一次的承办权竞标。正因为我们知道了启家集团要参与这次竞标，妈呢才有点不放心，特意问你。竞争是要看实力的，我个人认为万城应该从了解启家集团的实力入手，做一个综合的对比，才能评估出胜算。在企业综合实力里面，发展潜力是很重要的。启家现在年收益不够高，是因为他们才刚刚起步。但即便是这样，他们现在正朝着国际市场大举进发，他们这一季的新款就非常受海外经销商的青睐，我们千万不能轻敌。我们没有轻敌，再说启家集团是有而不是敌。妈，我说对吗？既然是有，那我们就要拿出诚意，看看启家集团哪方面胜过于我们，哪方面落后我们，取长补短，这才是竞争之道。刘总，你这段话倒是让我对你刮目相看。陆焕这话说得很好，其实他就说到了胸怀两个字。以往我们万城集团在跟同行竞争的时候啊，为什么往往会处于被动呢？就是因为啊，我们作为大企业，胸怀太窄了，包容不了他人，所以在这个判断力上面会有所失误。接下来我们的转型，我认为应该从胸怀这两个字意义上起步。今天晚上也不会再睡了，小布早点起来给你做个早餐。谢谢啊。哎，那边小心啊。
条河岗是通向我们镇边上的钱山样，可惜啊，堵了几十年了。以前钱山样出土的丝绸被专家论证为中国最古老的丝绸，所以被定为中国丝绸之源。这几天我在想，这太湖的娄岗区域历来被称为天下粮仓，苏湖熟，天下足，这个足字就是指我们脚下这片土地。丝绸之府，鱼米之乡，会不会跟我们这娄岗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？这些都现在还只是推论，没有具体结论。小何主任，我觉得我们现在主要的精力应该放在这个把二期项目推进上。一旦这个工程完工，在上面可以聚集400,000外来务工人员，等于再造了一个织女镇。时间紧，任务急，容不得我们打横炮。那如果这个项目真的会影响历史遗址呢？我们脚底下的每一寸土地啊，都可以说是历史遗址。一条河，一座桥，甚至一座房子，仔细考察下来，都有它的历史价值。但如果总把历史两个字挂在嘴边，什么也不能动，那我们经济还怎么发展呢？那您的意思是，不要找专家论证了？不，你是主任，我是副主任，我只是提个建议。要是我不同意呢？我就怕你说不同意这三个字。修修，这些衣服是我跟我的团队花了3个月的时间，没日没夜的讨论、收集材料，推翻了多少个方案才做好的。他们是我们齐家团队的希望，他们现在本应该穿在孩子们身上，结果被你弄成了这样。跟我有什么关系？熊天宝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是有什么不满的话，你直接冲我来，你别糟蹋衣服。白总，我们这物流的事儿还有商量的余地没有？对于不合理的收费，永远都没有余地。笑什么？你那兜里边藏着录音笔的吧？这对我没用。门在那边。哦，对了，我再送你一句好话，好戏还在后头。好啊，那我等着。小何，我们对于同乐城二期工程的构想呢，还不是特别成熟，但是我相信水上乐园要是建起来，会吸引更多的游客。到时候儿童服装加上儿童乐园相辅相成，织女镇就更加名副其实了。这个想法挺好的，不过洪峰，有件事情我一直想跟你说。我们这一片规划中的产业集聚区，它的原址是太湖娄岗区域。这有什么问题吗？我现在还不知道，但是从它的资料还有它的结构上看，这太湖娄岗绝对不是一条简单的河道，
很可能是古人留下来的，某一种人工开发的工程。人工开发？那你的意思这是古迹吗？你能给出详细的解释吗？这得请专家做最后的定论。小何，你这话的意思是，我的同乐城二期工程有风险吗？如果它真的是有历史考古价值，它的风险不只是第二期工程，还有你的第一期。你说什么？喂，郑主任。小何，二期招商引资项目的签约会时间地点我都已经落实好了。啊，我知道了，谢谢您啊。胡峰，第二期的招商引资会已经落实了。已经落实了？哎呀，小何，那真是太好了。你刚才的话真是把我吓坏了。你知道吗？这个工程啊，真的花了我全部的身价。吸管上怎么会有白色的粉末？怪不得他房间里有一股奇怪的味道，难道他在吸毒？好了，可以用了。啊，谢谢啊。啊，哎，白敖。喂，叔，你在哪？我在老街给人修水管呢，怎么了？我发现了熊天宝吸毒的证据。天宝吸毒？我今天去找熊天宝去说理，我还意外地拿到了他用过的吸管，我觉得这根吸管上一定有他留下的 DNA 样本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这样，我给所里打一个电话，让人去你那取证啊。之前我们是夫妻关系，现在我们成了搭档了。我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，我们能共同努力，把万城公司做得更好。嘉耀，陆焕决定痛改前非，变卖了所有资产，筹集了500万现金还给了集团，决定从零开始。让我从哪里跌倒，再从哪里爬起来。你这段话倒是让我对你刮目相看。织女镇产业集聚区二期招商引资项目签约会现在开始。现在签约开始。谢谢。现在的情况我了解呀，而且同乐城二期的项目也在有序的推进，这不是挺好的吗？可是今天李总在董事会上说了一个问题，我觉得还挺严重的。那你别着急，万事急中错，有话你慢慢说。洪峰，我发现你对我之前的话有所担心啊。是呀，你的话真的让我有一种不太好的感觉。说实话，我也有点担心。
小何，你知道的，同乐城这个项目我们已经投了上亿的资金了，二期工程呢也跟进了几千万了。现在一旦叫停这个项目，真的，所有的心血都白费了。哎，我在想啊，如果这个项目真的存在这么大的隐患，当初徐康干嘛要这么极力的推荐呢？我也这么想过。不过洪峰，先别着急，这一切啊都还在猜测中呢。哎呀，小贺啊，这件事你一定要帮我抓紧抓紧了，因为我不想在二期工程之前产生更多的投入了。好的，你放心，一旦有了结论，我会及时告诉你的。太多藏有我心疼。